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内容，迪丽热巴被吐槽是假人，标准见母脸，世界上竟然有这种神颜。迪丽热巴标准见母脸，这真的是人类可以拥有的美貌吗？笑死了，哈哈哈，居然被我刷到，迪丽热巴是假人，你这么说真的可以说明热巴的最新造型太成功了，图屏是新研究出来的爱版热巴，怪不得我就说不像真人。这玩意热巴不告他侵权吗？太真了吧，我感觉他参考热巴了。热巴裸色吊带高开叉裙亮相，大秀好身材，好表配美人，美出高级感，来听听热巴传授时尚经验了。也太厉害了，她是沛纳海史上第一位女性代言人，而且她也非常熟悉和了解这个品牌，这次的造型也很美很仙。沛纳海所说的光芒四射的女性，可不就是她这样的吗？拜托热巴以后跟人合照，都拿出这次老娘全天下最美的眼神和气势，艳压谁还不是直接拿捏？哎，每次看迪丽热巴的单人照，都是说不出一个不字的浓颜配置，盖章认可的美貌。可跟其他人合照时，甚至偶尔会被不靠美女人设的同行压下去一头，是不是很不科学？明明本身就是大美女，究其原因是眼神中悄悄泄露的怯感作祟，加上与长相反差较大，偏软又谦虚内敛的性格，或是内心深处的不自信，让之前的热巴少了几分自我认可的高心气。明明硬件软件都比别人强，自己却不觉得，现在转换到华丽美艳的，可太适合她了。整个人艳光四射，逐渐散发出大美人的攻击性和魅力。更难得的是，眼神里透露出的自信自洽，让她周身开始散发气场，让人挪不开眼睛。这次的造型，又美出了新高度。隐隐约约还有点冰冰，当年艳压红毯所有女明星的味道。依托人种基因的天然优势，热巴的性感没有丝毫庸俗气或硬拗的尴尬，丰腴适度，腰臀比绝佳，被诟病的男香 bug 反而给她的艳丽添了几分大气舒展。内娱难得的走华丽美艳路线的天选之子，可别再走回之前扭扭捏捏的清纯小白花，要不然就太浪费这幅老天爷赏饭吃的好身材和脸蛋。比如相比于其他造型，明显美艳度和气势都下去了。当年出圈的那套意大利品牌皇冠礼服也是同理，繁复、华丽、鲜艳，略带异域气息的性感，才是她最合适的亮点所在。去年星光大赏，玫瑰公主 Shae 封了女娲炫技。今年活动，人鱼、爱、精灵、美神、娜美人、仿生人、时代美人，小说里的女明星的样子。这些都是曾在她身上出现的形容词。整个人像极了一尊绝美的雕塑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